人有所不知，自从我被王子吻醒了以后，就得了很严重的失眠症，前前后二十四小时都很精神，可是王子晚上都要睡觉而不能陪我，所以我就帮妹妹打工，帮助她分担做坏人的工作。刚刚洗澡出门，就直接穿着这身被污了的衣服，怎么样也不赢。有什么事呢？小红帽啊，奶奶不会讲印度话，可以帮我翻译吗？奶奶，我不是印度人，我是白雪公主。白雪公主，你僵持我了，怎么这么黑呀、啊？都怪这金光之效应太严重了、啊，把我给晒黑了，连白马王子的白马也成了黑马。你应该学小红帽戴帽子，扮图青蛙王子和公主遇上了坏人。快把尖叫出来 ，or else I'll kill you all so easy。公子，别怕，来保护你，快走到前面。啊！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。你们以为美人救狗熊 ，and I'll let you go? No chance in hell。
的碎石了。你不是有仙女送给你的南瓜车吗？那粒南瓜早就来帮忙吃了，还留着会发霉的。咦，你的王子没来吗？我早就和王子离婚了。离婚？是啊，他的老公那么大，很难打扫哎。而且自从我吃胖了点，把玻璃鞋给踩烂，他就质疑我不是当年和他跳舞的人，所以我决定甩了这样没用的男人，自己独立更生。哇，灰姑娘姐姐好勇敢哦！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我才不要！好了好了，现在人齐了，我们可以开始。